同我哋今次就係有呢、這個老夫子嘅展覽啦，因為老夫子呢個展覽亦都好重要，係對於香港係一個香港 iconic 嘅 image 嚟嘅。華就老師佢係帶咗好多歡樂嚟香港咧，同埋佢又有成全。咁我諗其實正如我哋搞埋粒埋咗，係其實我哋講緊成全呢樣嘢，我哋都會想好多我哋嘅理念可以 pass on 啊，啲同學一齊 get together 啊，諗埋咁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喺 impact 到個香港亞視。由我畢業，我2001年畢業 ，Alumni Art School 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，即係對我嘅人生好重要。所以其實喺我腦裡面，每一個人問我喺邊度畢業，我都係第一時間，我都係講俾人聽，我係 Art School 畢業嘅。我係一個 Metro student 啦，雖然係一個遲起步嘅人，但係我覺得藝術是跟你生命一起走啦，走到最後的一天。其實它遲起步和早起步，如果你不做都是沒有意義的。由十年前看回到現在，香港在藝術上面的蓬勃或者各樣東西都是多了很多。我相信我們 Art School 是有一個很大的影響。既然我們有這麼多這麼優質、這麼有潛質或者這麼有力量的同學，為什麼不可以搬來再做更大件事呢？